我是零七号，是个机器人。本期视频教大家如何成为游戏里的高手，满满的都是干货，且看且珍惜。首先是第一招，提前枪不要停。顾名思义啊，就是要不停的打提前枪，以绝对的火力来压制住敌人。注意看我操作，哎，我先来一波战神跳枪，哎，我再跳出来躲过子弹，紧接一波秒蹲枪法，拉到左边切枪，给我坐下。不玩了。上把游戏呢出了点小意外，大家看我这波操作，先是开车撞死了一个，随后下车啊拿下了第二名敌人。注意看细节操作来了，利用车当掩体切枪，然后直接开镜打山上的敌人，给我坐下。哎呦，这小子火力有点猛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反手一波急救包，我这位置都看不到他，他能打得到我？好吧，他队友可以。细节又来了，细节又来了，外面这一队啊感觉呢都是小呆呆，不慌，关门打包包。我去，这小子怎么进来了？给我坐下！又来！你看，我就说他们都是小呆呆吧。OK， 继续看我细节操作，这波我药都不用打，直接出去就能把他们给团灭了。下播，前面有没有敌人？看我操作，拔克雷这么一丢，我去，竟然让他躲开了。没事，不用慌，继续看我细节操作，准心对着他可能出来的地方，不停的打提前枪，然后咱们拉到他脑袋上，最后一波从天而降的枪法。给我坐下。没事兄弟们，玩游戏嘛，翻车是很正常的，相信我，这波操作绝对是高手般的操作。注意看，一辆双人跑车直接拉到我脸上准备干我，我怂吗？一点都不怂，咱们先打车上的哪呢，然后换手子弹等敌人来送。给我坐下，轻松灭队，看到没有，简简单单，毫无难度。OK， 咱们打个药，